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灭火器的基本使用。灭火器的种类很多，但是总体使用就六个字：提、拔、握、瞄、压、扫，分别是什么呢？首先拿起灭火器，拔出保险销，握住喷头，瞄准火源根部，压下手柄，横向扫射。 灭火的时候呢，注意两点啊。首先不要喷火苗，因为喷火苗是喷出灭火的，知道吗？还有一点，一定要顺着风灭火，不能迎着风灭火，不然会被烫伤。要顺着风，在火源后侧，瞄准火源根部喷。哦，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问题。抬头第一个，上来试一下。 抬头第一个，嗯，记好口令啊，提、拉，是要拔掉保险销。